现在我们来探访台南这里一座坑道。下来有一个长长的阶梯，它这个坑道还蛮现代化的，有用水泥加固。现在我们来到它的底部这里了，左侧这里一个空间，这里有废弃的桌椅，这里还有制作。这里有蝙蝠，这里有蝙蝠，不错啊。啊，这个空间也蛮大的。这里有蝙蝠。它这里已经变蝙蝠洞了。它这里有点错综复杂的感觉哈。那个故宫，录一下，大哥。这个洞窟错综复杂，呈井字形的。那这个就回到他主坑道这边。因为这个猪哈，这一只蜈蚣好大只哦，哦，它这个坑道蛮大的。
像是来到它另外一个出口了。现在我们走出洞口之后，再原路走回去。这里门口写个情人洞。走，这里是出口吧？这边都有一个，都可以都出畅通去。啊。我就是说，我们都把它走完了。对呀，现在要走直的过去呀。好，小弟，我们再出去。这铁盖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锁起来的。这边锁了四个螺丝。对啊，这个会不会下面一个洞什么的？一个垂直的洞。这个都是蝙蝠，啊，蝙蝠现在正在睡觉。这里有个好像水池吧，很深啊，大的水池。这里好像一个排水孔啊，排水的。曲折小径啊，出来又是一个出口。对，这里写情人洞，
民国76年6月20日写的。这出口啊。等一下，我们进去那边吧。嗯。等一下，没有人的时候再进去。现在就走回去了。等一下就到，就回到原来的地方了。这个叫情人洞啊，情人洞坑道。这次我们就回到了坑道口了。坑道口这里还有一口一门灶，都是一个很历史的遗迹啊。